那今天为什么我们站在这边呢？是因为，在政大的庄敬一社以及庄敬九社的，郑阿姨与陈阿姨，在29号我们接获通知后，他们被无预警的解雇了。这个解雇的流程主要是旧公司与新公司，联手欺骗他们签下自愿离职书。因此，我们站在这边是希望可以，透过。等一下去打卡以及跟拍他们工作的方式，主张他们有工作的权利以及工作的事实。那在民药的部分，旧公司是旧公司在换约的时候，因为他们接下来不会有合约以及人力的需求，因此通常会要求他们的清洁工签下自愿离职书。然后新的公司因为也没有准备预购也没有事先准备人力，所以他们通常也会接下政大所有暗场的清洁工。那在合约还没换之前，民药的王慈慧主任就三番两次的催促所有政大的清洁工签下自愿离职书。像这两位阿姨，他们就是不愿意签，那他们民药的王慈慧主任甚至派人到他们的工作地点，然后用电话催促的方式威胁他们。后来两位阿姨因为受不了压力，所以还是签约了。因为王慈慧主任也说他们会允诺新的公司会承接他们的工作，会给予他们工作。那在新的公司的部分，在唐荣这间公司他的说明会上，他们也允诺说到场所有的清洁工只要签下他们的劳雇契约就可以成为他们的员工哦。但是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在唐荣与他们所签的契约里面是雇主栏位空白的状况。因此当我们后来去询问唐荣公司的肖主任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跟两位阿姨没有工作契约的那个成立，因为其实阿姨根本就不知道跟他们签约的人是谁。在今年度开始，政大的宿舍外包清洁契约已经改为最有利标的状况。对，最有利标就是评估这个公司的履约能力以及劳动条件跟社会企业责任的一种综合评估方式。但是却迎来的是一家新的这家唐荣厂商，其实屡次有违法的事实。那现在又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强烈的怀疑，政大有没有做好监督以及评选的机制。然后，其实我们的同学也屡次跟政大校方有所反映，但是政大校方却还是屡次的没有做出反应哦。违法唐荣，违法唐荣，政大纵容，政大纵容，违法唐荣。你为什么要帮公司规避资遣费？他明明可以在确认新工作的时候才让他们签离职书，但你却口头诱骗他们，签了就会有离职书。然后你又不是唐荣主管，你又不是干涉新公司的聘用，你为何要这样欺骗清洁工呢？他叫我们签离职书，说叫公司会跟我们签约。先离职才会跟我们签约，是王主任讲的。每次来到这里打卡，他就一直逼说要打卡，要签离职书。小林苗主任，请问你为什么不去聘用清洁工？你可以给我们一个交代吗？没有知识啊！你们为什么要剥夺清洁工工作权？你们知识都没有，为什么要剥夺清洁工的工作权？不要造谣，唐荣违法！唐荣违法！唐荣违法！唐荣
结工。我们没骗，我们没，我们是你们给那间空白的契约书，然后承诺他们有工作之后，然后才说没有要聘用。你请问说好的教育训练已经，我们没有。明明开会已经说好要聘用了，你们都请问说好的教育训练的，我跟你讲。所有人的今天状况，我跟你讲，一天之内就了解吗？你确定是你确定了解还是怎么了解的？你们在一天之内就有办法全部都了解他的状况？他们工作的单位都找不到人，然后他的工作地点，你讲这话有证据吗？你有去找他们吗？我有去，可是看找不到人。你不要我跟你讲，他们那天都说看，他们那一天都有说看到你，那你说你没有看到他们？怎么找不到人？看到我。人就在正大，人就在正大，还都在正大工作。你说他们没有来，你要提出证据哦。你绕了一圈说没看到他。就是讲他们开会说好好哎，我跟你讲，开会甚至让他们去量，你弄几啊？同学弄几？好好，那是面谈，面谈娘娘，那是刚面对面那个下结局。你们谈了什么？你们只有说好，我们要来接，然后先大家签下这个名字，没有那然后。我们跟你讲说那是面谈，而不是契约。上面有甲方、乙方，甲方是空白的契约。我好，你下还写面谈资料你啊？上面明明就是劳动契约，你不要再骗了。没有。上面写劳动契约，就是劳动契约。谁要跟美国那边利益无关？主要是干我的。讲好好话，伊嘛讲工作好，你请几号的？我是问一下你啊，我拢讲好啊，面谈资料，面谈资料是对的，对。这个是写面谈资料，看下一页。来，那个签约书，先生有。昨天哪有签约书？那面谈记录而已。对对对，这个是面谈记录而已。我们这有他们给他同时有三页，还有一份是连带保证的，都是第一份，第一页是这个，第二页是契书，第三页是连带保证。这样都签到这样子。上面有写吗？我们有不预期的。阿姨有准备，阿姨有带。我们签了没？你看，阿姨也不搞我。果约合约书，你就不说。你们看，他们在当面就签了果约合约书，然后假装空白。不予录用就不予录用，他们已经拿了合约书给了一签，然后在当场也没有说哦，我们还要考察，可是他们只有在隔天才突然电话说哦，我不想用你们了，你们做的不好。可是当场完全没有任何解释，欺骗清洁工。所谓的合约书呢？没有，我们是要说叫他，叫他，你刚刚就说谎，你刚才就说谎，你说谎，没有，你说没有，明明就有。现在白纸黑字就在这里，还狡辩。请问一下，这个欺骗劳工，你们要给他们的吗？主任说谎。我跟你讲，可是我们还没签收，因为要赶快办劳健保，因为一个礼拜而已。你如果还有周休二日，没办劳健保也不行。对，那为什么叫做合约书？合约书就是，因为我们有收回来，有登记上劳保才叫合约书。这个不是契约，因为我们还没写啊，他们都还没写啊。不要合约书，要有一个主劳保的合约书呢？
那个先拿给员工先签，那、啊、你就没有要用他了，为什么要给他签？没有，当初还没审，还没刚面试的时候，那为什么还没审就可以签？他还没签给我们呢、啊，他不是签了吗？然后他还签、啊，我们还没有公司的任何资料啊。但照理来说，不是甲方应该要先填？没有，我们都还没填。你们都还没有填，为什么可以叫人家写这个？我跟你讲，所以啊，我们还没填呢、啊。你们工作过吗？